所以讲，咱各位真人，大家不老哦，啊，报家己的名，哦，就调调味，慢慢调陈彩云。今仔日咱是大人，九十外岁啊，八十外岁啊，诚心诚意来读经，哦啊，有一点点啊功德，也要来回向咱的七世父母哦，报答父母恩啦吼。啊，咱辛辛苦苦心，诚心诚意读经，有一点点啊功德，啊要回向咱的七世的师长啦，咱的老师长官长辈啊，教育之恩啦吼，感恩啦啊。啊，咱要辛辛苦苦，诚心诚意，啊，经有一点啊功德，唔啊要回向哦，咱的冤亲债主哦哈，功德要回向哦，冤亲债主的哦哈，哦，应得啊。啊，最重要，咱啊，逐经有一点啊功德要回向咱家己本人啊哈，哦，咱今年大家本人拢有得功德啊，大家拢得功德，大家今年拢有得功德啊，大家今年拢得功德啊哈，拜祭哦哈。啊，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哦，拢会当来读经哦，啊，功德回向，啊，大家拢欢喜，或者皆大欢喜啊，咧上皆好哦，吼、哦，咧感恩感恩，哦，啊，咧食茶咧，啊，一忝咧，甲伊叫一个，啊，甲伊请拢请请咧，吼、哦，但天气较冷，爱家己注意咧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那寒咧，早早早较济来啦。